太多借口成不了事，是不是？定不了局，今生呢，白搞一场。我经常在想啊，如果我当年呢，能够遇到超马这样的那么多工具，真的就随便做，随便有发挥，随便有，是不是？那怎么会到现在还有人说他有心无力，是吧？说我好有热情去希望大家能知道超马，但是什么都没做，怎么会有这种人？这个台北教室为例啊，都还没做任何事情的举手，新来的不算，总是要给个借口嘛，是不是？要怎么演下去呢？没有话讲啊，是不是？那么多工具，是不是？那么这张传单呢，你就好好发挥着，不管是拿到传单还是电子档，你都可以跟人家分享。你在马路上跟人家发传单，同时你还可以因为这说跟他说我们有电子档，我给你，你还可以跟他交换 LINE，是不是？交换 WeChat。哎，WeChat 啊，讲到这里啊，WeChat 因为这个禁令呢，在美国地区所以很快的，这礼拜天以后是吧？这好像这礼拜天以后，WeChat 就被禁了，对吧？当然了，在网络上面很多人说啊，上有什么？对策是不是啊？还有很多做法。但是我本来就讨厌用 WeChat，我本来就觉得那个老是不是很方便的，什么资料进去了就出不来了，所以呢，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，所以这下呢有理由了，所以呢，你用那个 WeChat 平台来找我的呢，那你就到时候没理你就不要说我没告诉你你要找我呢就用 LINE，对吧？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，中国大陆地区是不是？你要找我呢，只有这个 Skype，找得到我了。这个重点是啊，实修后进步最重要，是不是？天天找我没用，好，先讲回来，你有这个传单，你诚挚的，笑容可掬的，是不是？不疾不徐的，然后走向这个街头之前呢，照照镜子，不要把人家吓到。吓到的前提下，你如此的有诚意一个很热情的这样走过去，跟他说：“我想跟你分享什么什么。”我跟你讲，一般人呢，除非那个人有问题，否则大部分人都会想听听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对吧？想听听就有机会了。再用你那可爱的这赤子之心呢，让人家感受到实在是不可多得。